啦啦啦啦啦啦。Mud 是现在最流行的网络文字游戏，可以在里面屠龙打怪，和其他玩家对战。Server 又挂了，你那个朋友不是很会修 bug 吗？你叫他来修一修嘛。Hi， 我是 Rose。没什么输不起，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可以解决我们人数承载的问题，而且不只可以让100人，甚至10万人一起上线玩。台湾现在没有这样子的线上游戏的，没有就自己做一个嘛。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。我们想要创造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这已经不只是游戏。像游戏这种东西，就是小孩子玩的嘛。你曾经是我最看好的学生呢，连我都开始担心你。真的就没有遗憾了。游戏死了重来就好啦，真实人生就不能那么任性。只要我们一起，总会有办法解决。我再也不相信网络，但是我相信真爱啊！所以才更要挑自己喜欢的事去做，喜欢的人一起。